来，老铁们，正品恶棍啊！公身材料呢，采用的是7075航空铝，弓片呢是进口的戈登弓片。最主要的啊，咱们家采用的是进口弓弦啊，不需要去保养，免保养的弓弦啊。总长62.5，在车内呢打开没有压力啊。远处有一个白色气球，咱们打两发，看看几发能够打爆它啊。偏高了还是偏低了？好，第二发就拿下了啊。现在用的磅数呢，用的是50磅，带的是14个珠啊。这个距离也说不上太远了啊。第二发就拿下了啊，恶棍正品啊。一定要认准恶棍正品，恶棍两个字啊，带剪的悬浮球的。